你能不能欢迎一下我是吗？你800年才来一次，不是你800年才来一次，你如果经常来的话，我就欢迎你了。啊，散了，散了，尴尬。以前每次来我都喊胖次哥哥，我都欢迎你是吧？然后我欢迎你了，可是你后面还是没有再来看我了，所以这个喊和不喊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被我给激走了，被我给激走了。好了，跳跳跳！我都喝迷糊了，眼睛花，几点下直播？看情况，看我心情。胸围多少可以告诉一下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跳那一段经典的，哪一段经典的？难道你要让我跳红叶？梅花三弄啊，我没有跳过啊。我醉了！你画个梅花皮肤，梅花三弄。等一下，我搜一下那个歌，好不好？梅花三弄好像不好听吧？挥挥我无伤歌的小手，去睡吧。不好听吧？